好啦，呢部跳出嚟咧都好齐噶，咁啊里边我当快少少有红色帽嘅钱宝通啦，咁开边我当就黄色帽嘅李家辉马房嘅多神啦，好啦，半路程啦，开边咧又高君图汁姜嘅呢匹多神咧好反应啊，虽然起步慢少少嘅，但系两个战帽咧斗到嚟最后一百米已经趴嚟后边嘅钱宝通成三四个马位嘅，好啦，直冲个终点啦，咁啊多神人呢组弹闸嘅跑第二名就钱敬明马房嘅钱宝通，好啦，两只马晒镜头噶啦，咁啊转完弯准备收停啊，黄色帽呢匹咧就系、是。高君圖策騎的多神，咁啊紅色帽咧呢匹咧前寶通咧由前建明馬房的騎馬人執姜。